这是伦敦市区一所普通的房子，一位老者正在伏案读书，他就是当时已经十分著名的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达尔文正在细心研读的一本书来自中国，书名叫《本草纲目》，书的作者就是李时珍。这位大科学家被这部厚厚的医学专著吸引了，也深深地为这位未曾谋面的东方科学家折服。他在自己的名著《人类的由来》中引用了《本草纲目》中对生物进行人工选择的史实。博览群书的达尔文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杰出的医学著作，也是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时珍一生都在写一本书，他人生的全部乐趣和全部烦恼似乎都和这本书有关了。这一次，人到中年的李时珍显得比平时更加兴奋，因为苦思冥想后，他终于为自己编写的这部庞大医书想好了合适的名字《本草纲目》。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名字叫做瓦谢坝村，坐落在湖北蕲春县地界内。小村庄旁边有一个湖泊，夏季帆影桨声，凉爽宜人，冬季薄雾弥漫，一片银白。多少年来，这片宽阔的湖面一直是一处优美风景的所在。在今天中国的南方，这是一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小村落。可是就在明朝时的公元1518年，一个影响世界的科学巨匠李时珍就诞生在这里。李时珍出生医学世家，他的祖父就是当地一位有名气的医生，父亲李延文博学多才，尤其精通医学，曾经做过皇宫里的太医，还著有很多医书。李延文他本身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他到50岁左右吧，就是按照当时的那个枯竹治疗，其中有一种叫做那个推举制，显报的就是贡孙吧，这样以贡孙的名义就是地方推荐到朝廷当那个太医院的那个李默。这个太医院的李默也就是我们说的幕府的幕僚，就是连幕那个意思吧，所以他当时那个官职有9品，官职有9品。那么鉴于这个情况呢，他在太医院也供职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啊，他就因为他是到过北京当个太医的人了，那尊重他的人就更多了。在他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之下，在李时珍的幼小的心灵里面呢，就希望自己的呢这个此生就要为老百姓的健康做出很大的
做出一些贡献。史书记载，幼年的李时珍天资聪慧，但面目清瘦，时常生病。幼小的李时珍受到家庭的熏陶，他从小就对医学产生了兴趣。在读书中，他把和医学有关的内容都摘录出来，写下了读书笔记。后来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记载，凡子始经传，声韵农谱，医补星象，乐府诸家，稍有得处，皆著述言。当时医生被豪绅贵族视为下九流，和算命相面的人相差无几，社会地位十分卑微。父亲李延文对自己所受的歧视刻骨铭心，把改换门庭的希望寄托在了小小的李时珍肩上。父亲给他请了当时的一位理学名师作为李时珍的老师。李时珍的老师顾问郝日言，是吧？他是一个理学名家，所以李时珍呢一直呢跟他是，他比李时珍要大8岁，所以李时珍从他读过书，就从小就对他影响很深啊。这个一直到李时珍的著作嘛，李时珍写了个这个七经八末考嘛，他老师跟他写序啊，所以这就说明了他们师生关系的非常好。所以这样老师的那种思想观点呢，必然会影响到李时珍。从宋代的程颐、程颢兄弟创立理学以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的儒家理学思想更加成为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在那个时代，被人们所敬仰的事情便是通过以理学为内容的科举考试走上做官从政之路。李时珍的故乡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600多年前叫蕲州，蕲州地处湖南、河南和江西三省之间，又是经长江出川的路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蕲州溯长江而上300里，就到了华中重镇武汉。在600多年前的明代，这个繁华的商埠还是散布在乡间里弄的学子们登上仕途的必经一站。因为在这里要举行各级官吏关心的科举考试。14岁那年，李时珍考取了秀才。李时珍14岁就考中了秀才，考上了秀才。14岁的年纪呢，应该说是这个中学生吧，初中吧。他这么年纪就能够考上个秀才，那就很不简单了。就当时，1534年是嘉靖13年。17岁的李时珍第一次来到武昌乡试，结果名落孙山。踏向漫长仕途的一开始，身心疲惫的李时珍就初尝了人生的艰难。
20岁那年，李时珍患了一场大病，因为咳嗽转成了骨蒸，也就是得了今天的肺结核。父亲用黄芩一味一两地给他治好了病。后来李时珍颇有感悟，他用医中之妙有如此哉，描述了当时内心的感受。这可能也是他对医学科学原理的最早体会。23岁那年，李时珍在武昌的第三次乡试又落榜了。大武昌留给了他黑色的记忆。就在李时珍这次乡试落地回乡的途中，他望着滔滔江水，同样心潮难平。就在他人生最消沉的时候，他的内心萌生出了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想法。那么他就想，自己像，20多岁的嘛，这个科举的路，也走不通了，再个呢，也确实看不进那些八股文呢，再个他也斗了一些医书，对医道也有兴趣了，还是下专心修医啊，自己是这么想。但他当他把这个想法，给他父亲说的时候，他父亲开始并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父亲还没有改变这个。对儿子啊寄予的这种这个将来啊这个中举做官的这个思想，他还是希望李时珍继续考。所以李时珍呢当时呢就确实不能接受父亲的这种要求，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嘛，向父亲呢表述自己的这个意向，是吧？他说：身如泥流船啊，心比磐石坚，望父前而至，至死不问难。并且他说呀，这个古人呢，那个斗书人，不济世嘛，就治人。我把那医学好，我将来就以这个来报答你，请父亲放心。这个他的信心，李彦文看这个诗以后啊，又看见他儿子这一番表白，认为他确实自己失出了信心了，那没办法，就答应收他来就医。李时珍毅然抛弃了科举做官道路，他一生中真正的转折开始了。天光渐暗，灯影绰绰的山野人家消融在暮色中间，这一片叫雨湖的水面也消失了渔歌桨声，只留一片清凉，让人平添了对江山美景的留恋。在残阳如血的夏日黄昏，李时珍如痴如醉，在他的眼里，这青山绿水间蕴藏着太多的神奇，一草一木，秋虫夏蚕，都和人的生命有着废人思量的牵连。有一次呢，李时珍从一个街上路过，看到有几个人呢抬着棺材。抬棺材的棺材底下都流血，还在流血水。李时珍从那一路过一看，停，停下。那些人说的，我棺材要是下葬了，停下来，此人有救。那大家一听，怎么此人怎么有救呢？打开棺木，棺木一打开过，是个产妇，是个难产，怎么就是个难产？实际上就难产就是你产妇。这回李时珍扎针，当时就扎好了。否则，如果在李时珍墓园碰见这个人，就完了，就是他当场扎针，马上小孩就生下来了，就这么快。
就是李时珍的神医，是不是神医传的是神医呢？像这里这种事例很多。李时珍行医不久，齐州一带连续几年大旱，农作物干枯欠收，瘟疫蔓延。李家父子精心为灾民治病，大多不取报酬。李时珍的名声渐渐传开了，后来留下了“千里救药于门，力活不取职”的美谈。在行医的实践当中，青年李时珍从来没有放弃学习。在故乡的光阴里，李时珍是一个读书人。有一本叫做《白毛堂集》的书，对李时珍的读书做了描述：读书十年，不出足亭，博学无所佛亏。李时珍是深知这个道理的。斗书破万传，下笔方有神嘛。好，为了把《本草纲目》学好，他斗了不少书。我们现在可以从那个《本草纲目》，他的引用的朱家历代医家的书目，可以知道他和那个引用的历代的金史书籍的书目，可以知道他一共有800多种。这个800多种，他引用的其中啊，引用的那个历代医家的那个书目嘛是、啊。276种，其中啊，像那个《神农本草经》啊，《太仓公方》啊，张先锋的那个张三丰的仙方啊，还有那个郭宏的这个《抱朴子》啊，还有那个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还有那个张仲景的那个《伤寒论》啊，等等。张良森，李时珍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李时珍生平的研究。他曾经翻阅了大量文献中保存下来的李时珍的治疗医案。在研究中，张良森发现，实践和读书结合，使李时珍的医术逐渐精深。他为百姓和官员们治病的案例难以数计，而且治愈率很高，甚至还治好了许多当时看来无法治愈的绝症。当时湖北最高地方官吏楚王的儿子得了一个奇怪的病症，只要一犯病，楚王儿子就要去吃蜡烛里的灯花。灯花就是过去嘛，家里面点的那个蜡烛，蜡烛这个快要点尽的时候啊，那个灯芯那一点点。你要是过去看那个女生那个电视嘛，那个柿子不是一根根的，要把那个老轴那个灯芯吃掉吧，就那个镜头。这是拍摄于1956年的电影《李时珍》，主人公由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男影星赵丹扮演。这部电影对李时珍给楚王孩子看病的故事进行了生动的再现。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怪病？当地很多医生对此都闻所未闻，自然也就无从治疗。无奈之下，楚王妃派人请来了李时珍。那个皇妃就亲自出面了，就是李大夫啊，如果你啊能够把我儿子的病治好，我会怎么怎么感谢你。李时珍说的好，我就看看吧。李时珍一看这个情况，就知道他这个柿子一定是因为啊肚子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害虫，是吧？这个虫闻到那个香味就要吃，不是人要吃啊，是吧？他就用一剂那个打虫的药嘛，这个几味药是有很多的这个味药，但是好像我们呢现在就是治蛔虫这样的方子嘛，中医的方子，就一剂药让那个太子灌下去，这个过了大概两个时辰嘛，这个太子就吐出了不少的那个潮虫啊，这个蛔虫之类的，
第二是有用于机油把它那个调伏平安，调伏平安以后啊，以后这个世子啊见了那个灯花啊就怕了，就怕了，再不吃了。为什么不吃了呢？因为他那个虫出来了，打出来了，他就不要那个香味了吧？啊，他那个人体就不需要这个香味了。李时珍只用了两剂药就把太子的病治好了，这令楚王府的人十分感激，对李时珍的医术也心悦诚服。再就王妃亲自出面那个感谢他，当时的我看到有个那个资料上记载呀、啊，就给李时珍送白璧一双，白璧一双，那是那不得了了，是吧？这个再就是还给他那个。对这个银两也不少吧，但是李时珍的道德高尚，这个当时就全部泄气了。他说：“我认为世子治病是应该的。”公元1551年，已是中年的李时珍被请到了武昌，做起了楚公王朱由检的一名掌管祭祀的小官，名叫奉慈政，同时从事医药方面的事务。比起十多年前李时珍在武昌的考试失意，他现在的心情自然要好了许多。行医当中的李时珍发现，当时最早的本草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的药物也只有365种，很多医书的记载残缺不全，有记载的也混淆不清，有的一种药物有好几个名字，也有的是一个药名却是不同的药物，很难作为人们学医和治病的标准。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了。因为我过去那个药呢，药名呢都不统一，药名都不统一。你这个医生或者叫黄林，他的医生叫黄白，或者叫什么这药材。但是用药呢，有一次他父亲用药就是由于药材的名称不对，用错药，给他愁动很大。像那里错误啊，都确实很多。如果不纠正过来呀、啊，那个就会贻误后人呐、啊，贻误后人，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所以是。我李时珍呢就有信心，要订正这些错误，修一本那个正确的那个医书，留给后世。为了这部医书的体例，李时珍从朱熹编的《通鉴纲目》中得到启发，决定采用以纲制目、纲举目章的方式来编写这部书。这就好比解开了一堆乱麻的疙瘩，一个方便查找、条例清楚、纲目分明的编辑方法浮现出来。这个李时珍呢，想写一部医书的时候，这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准备，因为他也看了不少的书，但是他写这个书呢。也参照那个历代的本草，但是他自己要写这个书用什么名字好呢？他想了很多长时间呢。有一天呢，他就看到他自己那个案头上就放了一套这个朱熹编的那个《通鉴纲目》啊。他因为他对那个理学是很有研究的，因为这个朱熹编的那个《通鉴纲目》是按照这个。司马光啊，那个《资治通鉴》那个接线本，那很容易斗的。他说以主要的人物为纲，以史事为末，所以人家一看就很清楚。那么李时珍想，我要是编这个儒书啊，我的分类方法也是不一样的，我的记载也不一样的。所以他想，我要是把每一个儒名就正名为纲，副实为末，那么我这个书呢，就叫做《本草纲目》。1552年，明嘉靖31年，这一年，李时珍35岁，风华正茂，
就从这年开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动笔了。他或许并不知道，这本书写给了后来所有的人们，写给了今天。然而，就在李时珍刚刚开始写作《本草纲目》的时候，一件令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1558年，在楚王的推荐下，医术精深的李时珍被选中进了太医院。这一年，他41岁。他在这个地方呢，也确实得到很大的收获。第一是那个太医院的那个很多很多的那个秘籍，都是医学的那个藏典，医学的藏典，这个书是挺多的，可以说李时珍没有看过的书，他在这儿都能看到。但是，李时珍在太医院里并没有待多久，一年之后，他突然提出要回家。那么，他为什么要放弃太医院里优越的条件，而又要回到家乡呢？事实上，在当时，一个太医院的普通御医根本没有权利选择去留。李时珍这样做是要冒着被惩治的危险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在太医院只待了一年的时间呢？一年左右的时间呢？当时，这个封建社会里面，当一个太医是很不容易的，是吧？跟那些朝廷里面的皇宫贵族治病，是吧？治得好也罢，治不好呢，那就责任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而且在太医院里面，清规戒律是很多的，是吧？你开药方，是吧？药煎好了，必须医生开药方的人要宣服，然后再叫皇帝服，是吧？这种清规戒律，李时珍呢，确实他是个思想这个非常活泼的人，应该是这样说。是吧？他有他的追求，他有高尚的精神寄托，他确实不愿意在那里待下去了。实地调查研究的李时珍来说，皇宫里的清规戒律的确令人感到窒息。而且一年来，他已经发现堂堂太医院不过又是一个更大的楚王府良医所。受到皇帝信任、朝廷礼遇的不是他们这些名医，而是那些炼丹的道士们。在这种时候，李时珍到了太医院又能怎么样呢？何况在他之前，挤挤一堂的老御医们已经论资排辈地把持了所有机会。他提出官修本草的建议无人理睬，他要个人重修本草又被斥为狂妄，他想在医学上有所作为反倒成了笑柄。人们曾用一首流行的歌谣嘲弄他：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必讲汉唐？当今天子重丹术，足下何必讲岐黄？太医院的有一年呢，就给那个嘉靖皇帝进那个金丹，就是也刚好就是
李时珍处的那个那一年快要记仇的时候吧，这个李时珍是反对的，说这个不能进，这个进是有害人体的。但是当时太医院呢，他们这个道士的传大，包括年松啊这样的，对，在那个他那个奸臣都是凭那个奏亲词啊，那个信奉道教而把他提拔起来的。那是他那个道士在朝廷的传位很高，那么李时珍是拼不过他。那么呢，李时珍没办法，因为他逮捕的重用嘛，他也没有就没有办法那个串走，他只好回家了。回来第二年，那么这个道士还是把那个金丹进给了那个嘉靖皇帝。巫术横行，太医院里再也找不到研究治病救人良方的地方。但是这些还不是李时珍决心离开的主要原因，在他的内心里一直都有一个未尽的目标，那就是《本草纲目》。李时珍被选到太医院以后，尽管呢太医院这个有很好的条件，是吧？这个但是他呢没有忘记自己呢要写的那本书，他有他更高的目标。在这进太医院之前，他的《本草纲目》可能就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提纲，所以他急于要离开太医院，从事他的这个《本草纲目》的写作。公元1559年，李时珍突然接到了父亲病危的通知，这个消息令李时珍感慨万千。他没有想到自己会用这样的理由离开太医院。在注重纲常伦理观念的大明王朝，这个消息对于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噩耗。李时珍雇了一辆马车连夜上路，但是当他赶到齐州家里，他的父亲李延文还是去世了。他的妻子告诉他，父亲病重时还几次问到修本草的消息。李时珍听得很悲痛，他暗暗下了决心，朝廷不修本草就自己来干。1957年，电影《李时珍》在全国上映了。通过荧幕，人们看到了复活的李时珍。电影中有这样的镜头：李时珍爬山越岭，在人烟稀少的地方采集药材。事实上，当年李时珍的足迹踏遍了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北、广东、广西等省，行程达50000公里以上。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李时珍最感到头疼的就是由于药名混杂，往往弄不清药物的形状、生长的情况。李时珍走出书房，他到深山老林和江河湖泽去辨认和采集药物标本。武当山
湖北境内的一座名山。在李时珍眼里，在原始森林深处和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就可能藏匿着名贵的草药。可是要到达那些地方，随时都会坠下万丈悬崖，或者遭遇不测。可是李时珍就寄居在危岩峭壁处。有一次李时珍采药上山的时候呢，突然呢一条蛇咬了他，当时蛇一咬了过后啊，就肿痛大了，他的那个儿子当时看了一会儿，就一铲子，那个铲就把那个蛇了，没有铲到蛇了，缺血。李时珍一咬了以后，一看呢，看那个蛇呢没死，那个蛇就在走，蛇走到一根草那个地方啊，那个蛇身呢就那个草那一转，草那转，因为等一下他那个伤口里就不流血了。李时珍一看呢，这很新鲜呐、啊！当时李时珍就用他那个缠的那个蛇草拔起来过后，信手一揉，贴在那儿，马上就消肿了，马上毒就流出来了。最后就被李时珍记下这种这个药草，这个药草之说：鱼腥草能治蛇咬的创伤。1559年，再回故里的李时珍已经42岁了。这时的齐州已不再是他昨天眼里的齐州了。少时考场的失意，身体的羸弱，人生多少惆怅事，都向他面前飘过湖面的清风穿发而去了。万水千山已经从他的脚下踩过，被他救治好的病人，他也多得记不起来。此时他眼里的世界真的充满了生机和希望。他写作劳累之余，就把盐湖的窗子打开，就从这年起，他给自己取了个冰湖的别号，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他引用了《诗经》里考盘在阿，硕人之齐州两句诗的意思，在自己的门首提了科索馆三个大字。科索馆的来历呢，它是根据诗经卫风上面一句，科索馆就是说我为了写这个本草纲目，我在这里像一个这个隐居的人一样，在这个房子里面住起来，专心致志地从事我的工作，那一心一意地把这本书写成。李时珍编《本草纲目》的消息传出后，一些乡绅们就哗噪起来，说：“谈何容易，朝廷都不干，李时珍想办成，做梦。”但是李时珍不管这些，他每天料理完诊物后就动手编书。为了总结古往今来的药物原理，他必须读很多古书，有时读到深夜。他妻子劝他歇息，他说已耽误了几年时间，不抓紧不行了。善于汲取前辈医学家的长处，又不拘泥于原有的理论，使得李时珍对医药和病理的认识不断升华。他反对单纯的纸上猜度，要求身家提审，也就是他说的采试，就是亲自采摘观察，做比较分析。李时珍呢非常注重很普通的药物，在
陶弘景的《名医别录》里面，平冰就和冰就和另外一种水草混淆不清。通过李时珍的考察，李时珍就在《本草纲目》里面把这两种药介绍的清清楚楚。平就是很小的那个湖面上水面上漂浮的那个浮萍，它的作用呢就是祛风治痒。那个冰，冰是什么呢？冰是就是也是一种水草，它大叶子很大，有铜钱那么大。我们这一代的人呢叫它破铜钱，也叫田字草。那这种水草呢也有祛风滋养的作用，但是李时珍呢调查以后，这个把这个冰晒干以后碾成粉末，还可以治疗消渴，消渴的就是糖尿病。所以李时珍呢对药物的研究是非常认真的。几年艰苦的野外考察和闭门写作，李时珍差不多忘记了世事变化。1566年，那位一心迷恋方术的世宗皇帝终因服丹药中毒而死。太子即位后，他宣布撤除炼丹所，停止一切方术活动，社会风气有所好转。得知这些情况后，李时珍不由得感慨丛生，回顾大半生竟然几乎都是在和道士方术迷信做斗争中度过的。在此之前，奸臣严嵩父子失败，改革家张居正入阁参与机要，但还没有掌握到能系统推行改革的权利。穆宗皇帝又开始受方术蛊惑，久服淫药，在位仅6年就死了。明神宗朱翊钧继位，万历年代开始，张居正当上了首辅，例行改革。李时珍《新本草》的编纂修改也接近完成。万历6年，也就是公元1571年，李时珍终于把《本草纲目》大体写了出来，以后又修改了3次。到1578年，李时珍61岁那年，经过了28年的呕心沥血，这部100几十万字的大书终于呈现在李时珍的面前。《本草纲目》啊，在当时那个李时珍用他个人的力量啊，编著起来是挺不容易的，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如果像他这样的书，在旧时代啊，在封建王朝都是这个由朝廷呢、搬上某一个圣旨，具体的力量呢把它铸出来。而李时珍呢是他一个人搞出来的，他因为他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按照他自己说吧，就是经过了28年的时间，在修订了2次，搞翻3译而成的。《本草纲目》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医方11096个。书中还绘制了1111幅精美的插图，被中外学者誉之为东方博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哈，不仅仅的医学那个药学的贡献十分伟大，同时啊，在各涉及到的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本草纲目》李时珍都有深入的研究。
同时对社会科学的贡献也非常伟大。可以说古代的李时珍四百年前的李时珍的知识啊非常丰富，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博物学家。除医学药学的贡献以外，李时珍呢对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物候学、等等自然科学、地理学等等自然科学啊，李时珍研究得非常深入。李时珍还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指出脑为全身主宰的医学家之一。我可以说李时珍他当时经过他对人体的研究，他在《本草纲目》里首次提出了这个人体这个脑为软身之府啊，这么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什么意思呢？脑为软身之府，那就是个人体的思维啊，不是心脏，而是大脑。那个软身就是人体的魂，过去是叫魂派，就是软身嘛。那么那个魂派实际就是思维的发源地。那么李时珍首次他来那个证实，人体的思维并不是心脏作用，而是呢这个脑的作用。达尔文呢后来称赞《本草纲目》啊，对李时珍的推崇备至，因为《本草纲目》在那个时刻四百多年前，在李时珍的大脑里面呢，就有一个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简单到复杂，从无生命到有生命，这么一个排列顺序。最后就是人最高级的动物，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可以说好，这就体现了《本草纲目》原始的生物进化思想。然而在李时珍面前还要有很艰难的路要走。《本草纲目》虽然写就，但是要想达到造福百姓、济世天下的理想，就必须刊印发行这部书。但是面对着一本洋洋洒洒200万字、前所未有的民间药书，又有谁会承担这个风险去刊印它呢？王世贞不仅是明朝时一位大权在握的刑部尚书，更是一个笔墨天下的文坛名人。正是这位集权力与文学才华为一身的人，日后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面世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公元1578年，61岁的李时珍又开始了新的奔波。这一次，他是为了出版《本草纲目》。南京，明朝中国东南沿海的大城市，这里书商云集，出版业颇为发达。已经是花甲之年的李时珍出现在南京的街头，他在寻找出版自己著作的机会。《本草纲目》190万字，那个时候刻印技术什么时候像跟现在比肯定是落后的。当时啊，在南京是很先进的，它先进的，但是这个功夫时间花了很长，刻印呢非常长，非常长，因此没人愿意接受。同时啊，有没有一个名人呢跟他写信？那个时候非常重视写信哈，所以很多人就推荐那个李时珍呢到南京找那个太仓县的，找王世贞。然而，曾经做过刑部尚书的王世贞此时正免职在家。李时珍乘船到南京以后，直奔太仓县，见到了王世贞。当时王世贞正是失意之时，他迷恋道教，试图炼丹成仙，以后想长生不老。当李时珍自我介绍后，王世贞对他很是不屑一顾。李时珍呢，泱泱的又回到南京府，
南京。在南京以后啊，李时珍就租了一个房子就住下来了。他仍然呢，不是《本草纲目》啊那个出版之心。他在南京呢也宣传这个《本草纲目》的意义，多次找来南京的一个出版商叫胡成龙，这个人是南京最大的一个出版商。出版商还是跟他说，你不没有王世贞的那个写戏啊，我一般都不会，我刻了卖不出去。正当李时珍出书无门的时候，王世贞又重新被朝廷启用。当重新上任的王世贞听到朝野到处都在谈论一个神医李时珍，他忽然想起此人正是当年求他写序的那个。同时由于王世贞免职的时候经常服丹药，对他身体损伤很大，正需要名医治疗。王世贞呢在南京里搞了一个手抄本《本草纲目》，进行看了进行研究，发现《本草纲目》确实有很强的意义。这样王世贞在南京重用的时候呢，在又把托人呢托在手下把李时珍找来跟他治病。李时珍这个时候正好几十年的那个受让呢就可以实现了，心想王世贞一定会给我写戏。这样王世贞呢叫本李时珍呢跟他治病的时候把他病也治好了，同时王世贞对李时珍可以在医学啊就是臣服口服了。王世贞呢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时候啊，是看得很详细的啊，他认为李时珍在本草学上，从本草各个方面，从本草的历史的发展、本草的分类、本草的名目、本草的验方的收集，达到了北斗以南第一人，可以说除了李时珍没有第二人。这种评价呀，与西方人对他的评价是无冕之王，这个评价不谋而合。王世贞写这个序，可以说他用尽了自己的文学的力量，啊，这个学术的力量，啊，是也代表了王世贞对于《本草纲目》的高度的重视。有了名人王世贞的序，《本草纲目》也终于刻版了。李时珍放下这块心病后，身体却真的病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写成后十余年间，为联系刻印出版而一直奔波劳碌，心力交瘁。这是暮年的他最受困扰的一件事。万历十五年，李时珍七十整寿，此时全家团圆，子孙绕膝，但李时珍老人也为这个没有感到完全的舒心畅意。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九姑拦渡山中带，谁遣文章海内传。此刻谁又像他安慰老友一样来安慰他自己呢？《本草纲目》1596年出版的时候，李时珍已经43年了，他还没有目睹到他的巨制的顺利出版。可以说，《本草纲目》的那个出版编撰花了27年，他的出版就花了13年、16年，他出版之艰辛呢。公元1593年，76岁的李时珍离开了人世，他被安葬在齐州东门外的竹林湖畔。李时珍没能看到出版的《本草纲目》，但他的著述却忠实记录了他的一生。这个书出来以后啊，他的儿子送了一部分到了朝廷，
当时朝廷的皇帝是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啊，仅仅批的哈，那个书浏览，书浏览了，钦此，很简单，就是看都没看，就放到那个，可能他那个旁边了。但是《本草纲目》哈，逐渐的向海外传播，《本草纲目》一诗，自公元1966年出版，至今在我们国家已经翻刻了60多个版本，后来传遍全世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啊，就是为了为咱们中国的这个本草学呀、啊，奠定了一个科学的基础。因为呢，他把《本草纲目》以前的，他所有的这个本草书上，它的精华与缺点，精华吸收了。他的缺点或错误予以改正，因此呢，他对于药物的疗效和它的作用都进行了准确的描述，而且有许多的药物它是通过木验和实验才表诸文字，所以它的可信性非常之高啊。所以一直到现在，咱们临床大夫使用某种药治疗疾病的时候，常常需要阅读《本草纲目》。前中国的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些著作摆脱了过去轻视农工、矿业、医学等纸上空谈的治学方法，在当时犹如刮来一股清新务实的科学之风。与湖南岸的芳草丛中，有一座用花岗石砌成的木门，上面镌刻着“科学之光”四个字。这散发着时代气息的词汇，寄托着今天人们对它的怀念。肺气喘急，马兜铃二两，去壳即磨；苏半两，入碗内拌匀，慢火炒干。甘草一两，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煎六分，温虾或芹汁。世界科学史的坐标上，永远清晰地打印上了难以抹去的印记。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也让人们永远铭记住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就叫明朝。